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五年。今天我试玩一个游戏，叫做 Fragment Correction。这个游戏呢，它是一个合计版来的，而且听说它的评也蛮不错，一下吧。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我们先尝试试看玩这个 Fragment 第一代的，看怎样先。就一开始，他给了一封信，一个女孩子。Frame， 哦，还是这样子替换吗？哦，好像被逮到了。所以讲我要替换他的这个东西嘛，就讲这个两个兑换，然后开始。哈哈，蛮有趣一下这个游戏。然后这边被发现，虽然我这边的兑换，就这个跟这个换，然后看会怎么样。过去。遇到不能，所以这个跟这个兑换吗？好容易哦。警察追来要开枪，哦，中枪了，就跟这个换吧。哎，不对，这样子吗？然后这个再换过来呀、啊。哎，还是中弹哦，是不是这边要跳了啊？然后哎，还是中了，他应该是要我躲在桌子下吧。会真的是这样子，跑啊，然后我跳出去，下面有一个枪手中弹，哦，掉下去，把这个换过来。这边，然后呢？哎，那边好像要裂了哦。哦，就这样，不要给他走这个地方，他走过来的话，我换来这个。这样不能来遇到警察了。就这个换过来，走上面，然后走下去 ，OK， 没问题。啊，
这样就对了。滑下去，走过来，这样就不会掉下去了。嘿，哎，不能啊，这边有那个会掉下去啊，所以讲我这边应该是要。这个跳过去试探一下，哎，也是不能啊，这样子呢？对了对了，踢啊，哎，如果是这样子呢，对，有了。哎，这样不对哦。就这样，他过来这边就要走这样子，过后。就要一定要跳过这个，这边过一个警察。我懂了，就这样，首先你要先遇到警察。可是这样就不对啦。就这个，这跟这个对换。对啦，对啦。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就这样，不能让他遇到警察。我照理讲我是这样子，然后打晕他，打晕他过后我就这边直直走，遇到警察，这样不对。等一下我这边走过来，啊，下去下去，叫我试看。这里学一个斧头，然后过去。
对面。哎呀，上次啊，对呀，对呀，那就看不到了咯。来下一关。哦，连给我抽一个烟你都不给吗？哦，就不要给他打到手上，快点拿一个瓶子了，我打晕他。这有一个警察吗？啊，这边过来，过来就不需要太多动作的话，下去，下去。好，上来。哎，这边还遇到警察，就讲我是要从下面而过嘛。如果你要从下面而过的话，是这样子吗？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这不是每个错误的。要从这个最上面这边过，所以讲他还需要爬上去的话，这个地方要在这里，所以我爬下走过这里，爬上这边走，然后这边经过应该没有问题，走过走过，然后爬上跳过，对了啦。爬上去，这边总会遇到他。打晕，好，下一个左转，哎，这样又遇到他了，打晕，走，这样就打晕，走，OK， 没问题。哎，这边一定要从后面过，如果这两个对立会怎样？这个过来，这
话，我这样。就是这样，这个进度就是这样。哦，这个有个枪手了。哎，这个就两个倒反而已啊。卡弹。红金灯哥，这个两个兑换吗？哦哦哦！哇，还来一根烟吗？够力啊！哎，这个谁？是杀手吗？警察嘛，哦，是警察哦。被捕了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试玩就到此为止吧。如果你们有兴趣想看我继续玩下去的话，你们就点一个赞还是留言给我知道咯。好了，我们下个影片见吧。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团帮我按个赞。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，还是想合作的东西，都可以私信我。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，请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小铃铛来收看第一时间的影片啦。我是无脸，那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风吹花落泪如